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与心同在。大家平安，神父平安。我们今天纪念守护天使，等于说我们在感谢天主对我们的爱、对我们的照顾。天主照顾我们，也透过也派遣这些天使们来照顾我们。我们感谢天主，因为有天使带领着我们，希望我们走的不会走偏，我们要走向天主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誓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是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以无比的爱心照顾人类，派遣了你的圣天使们来护卫我们，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，使我们时时处处蒙受他们的保佑，并乐于永远与他们为友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出谷记。上主这样说，我要在你前面派遣我的使者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。你在他面前要谨慎，听他的话，不可违背他，不然他绝不赦免你的过犯，因为在他身上有我的名号。如果你听从他的话，做我所吩咐的一切，我要以你的仇人为仇，以你的敌人为敌，我的使者将走在你的前面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要委派天使在你要走的路上保护你。上主要委派天使在你要走的路上保护你。居住在至高者护佑下，栖身在全能者荫庇下的人，要对上主说：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保障，我的天主，我要投靠你。上主要委派天使在你要走的路上保护你，他定要救你逃脱猎人的陷阱，救你摆脱仇人的恶计。他要用自己的翅膀荫庇你，你要投奔到他的羽翼下。上主要委派天使在你要走的路上保护你，黑夜的恐怖将不会使你怕惧，白天你也不怕乱箭的攻击，夜间流行的瘴疠，中午致命的瘟疫。上主要委派天使在你要走的路上保护你，灾祸不会降到你身上，凶恶也不会威胁你的营帐，因为他必为你委派天使，在你要走的每条路上保护你。上主要委派天使在你要走的路上保护你。阿门。众天使，请赞美上主，你们是奉行他旨意的忠仆。阿门。
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：“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呢？”耶稣叫了一个小孩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，绝不能进入天国。所以，谁若自谦自卑，如同这一个小孩子，他在天国中就是最大的。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，就是收留我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轻视这些小孩中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常见到我天父的面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想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每天无论往哪里走，你在人群当中，或是你只有一个人走，你不是，实际上你不是一个人走，有一位护卫天使陪伴着你，跟你一起走。那这护卫天使在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根据。那在今天的我们刚才一起读的圣咏就是，圣咏第九十，刚才我们读的是非常的清楚的，说天主会派遣他的天使来保护你，在你的走路，在你的路上会陪伴你。天主派遣天使来保护你，陪伴你。所以这个护卫天使，他就是在我们的每天要走的，走向天主这路上陪伴我们，会告诉我们该怎么走。那我们遇到一些危险伤害的，我们自己或是伤害我们的灵魂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提醒我们，我们要避免要走这条路，我们避免要往这个方向，他引导我们要走正路。那我们说，那这个天主的天使好像是也是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每次遇到我们不可做的这些的恶，有一个声音在里面提醒我们不要做，我们遇到我们该做的善，那这个声音也在里面跟我们讲说你可以做，我们做得好给我们拍手。所以这个是天使在我们的心里面陪伴我们。那天使，我们说天使是我们可以看见吗？有很多很多的圣人确实他们看不见，他们也描述了天使是怎么样 的容貌，是非常，他们说人的言语无法去描述的他的美。那天使也可以出现在一个 看到好像是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在我们面前的，在圣经里面，尤其是在多比亚传，那天使其实有一个名字，那到最后呢，这个故事的最后，那他就说了他是拉斐尔天使，但是他来的是以一个真实的一个人出现，陪伴这年轻人，带领着他要往前走，以后呢在那边有什么事情，那他就带领着陪伴着这个方向。所以我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，天使无限的那无形的天使也可以以有形的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那这些人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，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朋友，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，有这位朋友就站在我们身边，陪伴着我们越过我们的痛苦。我们越过了这一段的痛苦的时候，那这个朋友可能就是离开了。我们下一段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也站在我们身边，陪伴着我们越过这样的痛苦。这些人可以说是有形可见的天主所派遣的天使们。
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纪念护卫天使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天主，天主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带领着我们，陪伴着我们，他派遣天使带领着我们走向他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一起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孝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予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予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析新的大会对圣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教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，是一朵路旁的